妇产科医生惊恐地发现，马路边站着一个表情痛苦的孕妇，他连忙上前说明身份，然后掀开孕妇的裙子检查，此时孩子的一只手已经出来了。情况危急，亚当已经顾不得医院的守则，赶紧搀着产妇走员工通道。不幸的是，电梯正在维修，忽上忽下的十分危险，但产妇已经等不及了，亚当只能硬着头皮跳了上去。更可怕的是，产妇出现了脐带脱垂的情况，这意味着她必须马上进行手术，否则胎儿将有窒息的危险。亚当来不及换手术服，趴在产妇身后，将整个手臂都伸进她的体内进行深度按摩，以防止情况变得更糟。终于，在亚当及时准确的救治下，胎儿顺利出生。亚当熟练地在本子上画下一笔，这是他接生过的孩子的数量。然后亚当一脸疲倦地换下被鲜血弄脏的私服，开始一天16个小时的工作。但他刚推开门，就收到了来自护士长特蕾西的白眼，他扔给他一本事件报告单，要求他对穿私服做手术的情况进行说明。亚当很无奈，但他没有辩解的时间，又匆匆投入查房的工作中。公立医院的医生就是如此，总是有救不完的病人，加不完的班，还有少得可怜的薪水。唯一支撑着亚当坚持下去的，就是新生儿顺利出生那一刻的喜悦。在查房的过程中，亚当遇到了一个糟糕的患者，言语间都是对护士长特蕾西的不屑与冒犯，并拒绝接受他的触碰。亚当感到烦躁且厌恶，忍不住为护士长出头，对产妇的不恰当言论进行制止，并严肃地提醒道，若是继续这种态度，他会把他赶出去。然而亚当的好心不仅没有得到特蕾西的感激，而是抱怨与不满。Young man, and I'm more than capable of handling myself. And when I can't, I'll let somebody know. It won't be you.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，身为公立医院的医生护士，他们的职业素养不允许他们和患者闹矛盾。亚当突然就说不出话了，只好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，又发现新来的实习医生呆呆地捧着咖啡，看着昏迷的病人不知所措。亚当长叹一口气，对实习医生进行提问，考察他的专业能力。没有意外的，实习医生只知道理论知识，完全没有任何操作经验。于是亚当高高举起病患的手，再松手，揭穿了病患装死的真相，以实际操作传授实习医生一些工作经验。施卢蒂大受震撼，然后忍不住抱怨道，他只是一直没机会进行实际上手操练。亚当终于忍无可忍，问他难道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需要接生的孩子吗？ Everyone's always too busy to teach me. You just need to be less of a wallflower. It's doggy dog in this place. 亚当虽然说得很难听，却还是把施卢蒂的话记在了心中，并努力帮他制造上手操作的机会。